不够蓝，答案选选看。葡萄姐姐，听说你回外婆家好几天哦，好玩吗？好玩啊，可是到了晚上我都睡不着觉。啊？为什么睡不着觉啊？哦，因为到了晚上的时候，我都听到一种小动物一直呱呱叫，叫了一整夜都把我吵醒了。呱呱呱是什么动物啊，葡萄姐姐？哦，这种动物喜欢住在池塘边哦。当它们看到小虫子飞过的时候，就会伸出长长的舌头，一口啊把虫子吃掉，吞下肚子哦。哦，我知道是什么动物了。那请小朋友猜猜看好了，来看看布告栏给我们什么提示吧。第一个是鸭子，第二个是青蛙，第三个是公鸡，到底是哪一种动物呢？小朋友，现在赶快站起来和我们一起动一动哦！猜猜答案在哪里？等等回来告诉你。在背背里，我被蚂蚁搬到窝里去。小蚂蚁真有趣，脸上总是笑嘻嘻，不分彼此团结在一起。小蚂蚁请努力，发挥神奇的力气，不好意思把我送。好不容易回到我家里，桌子上还有牛奶沙拉 sandwich。 妈咪谢谢你，说声 I love you。小屁屁还黏在椅子上的小朋友，赶快起立，跟我们一起唱唱跳跳吧。Thank you.
首歌不过瘾，准备好了，我们再一起来唱歌跳舞了。 Ready Go。池塘边，当他们看到小虫子飞过的时候，就会伸出长长的舌头，一口啊把虫子吃掉，吞下肚呢。葡萄姐姐，我知道，答案就是呱呱呱青蛙。而且啊，青蛙最喜欢在晚上的时候出来找东西吃哦。可是凤梨哥哥，为什么青蛙喜欢在晚上的时候开 party？ 他不知道这么晚会吵到别人睡觉吗？哎呦，葡萄姐姐，你误会了啦。其实呢，那是公青蛙在对母青蛙唱情歌哦。如果他们呱呱呱呱呱唱得越大声的话呢，表示啊会吸引到更多的母青蛙。你不觉得这样子很罗曼蒂克吗？听你这么说，我都不觉得他们吵了，反而觉得他们好罗曼蒂克。那小朋友是不是觉得很有趣呢？那我们就下午见喽，拜拜。